计算排名的函数哦。那这个函数名称，来，我们点在这个，它的函数名叫 rank 点 eq。rank 点 eq 在做什么？可以显示什么？它的业绩在公司所人业绩的排行第几名？来看一下这个，它200分，请问林新博200分在全班从成绩排名他最后一名。那361赖玉安的总分360，请问赖玉安的成绩在这里是全班成绩第二名，这个在这里是第八名，这个我这个每个人的位置一起换，可是总分排名这个位置是没换。来，每个人总分会一直换位置哦，可是大家比对的范围都在这里都没换哦，所以一个要相对位置，一个要绝对位置，在 Excel 复制公式要想清楚。来，我们要来做咯。来，要做之前我们先把资料先排序好了，先看我做哈，把这资料全部选起来，在资料标签的排序，那我要依总分排啊，依总分排就不能选这两个，这个是依照栏位的第一个，先点一下吧，由大到小，注号由大到小。哎，怎么没有反应呢？点这里，点这里。哎，选起来，再一次吧，来选起来。有了，有看到吗？由小到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由大到小，十九八七六四三二一，这两个单位是针对你选起来资料的第一个。如果你选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那做号就不会跟着排喽。那等一下依什么笔画？依笔。姓氏的第一个，那我们全部资料是这个，这两个按钮之后针对第一个按第一栏有效，那我们要依什么排？总分，所以就要从哪里来？这里的。好，先依总分来排吧，请你帮我依总分来排，由大到最小。啊，这样名次呢，这样打出来的名次叫做死的名次了，一是你打的，二是你打的，这边是一，这边是二，所以如果当分数修正的时候它其实是不会改的。那这个分数再讲一遍，是用自动填满的功能去把它打出来，这个一，这个二，这个三，我如果分数修正它是不会改哦。来，那也是要提供一个函数叫 rank 点 eq， 讲清楚来，请问它的分数在这里是第几名，等于 rank。 那 rank 点 eq 有三个，你碰到这个惊叹号表示什么意思？2007才可以使用， Excel 2010以后才有这两个，不过功能都差不多的。来，我们用点 eq 这里来做。那简单的说，来这里开始咯，每个函数要知道三件事情，看一下他给你要什么，请你告诉我哪一个分数参照 reference 是什么全部的成绩，请问林新博的总分在全部的总分第几名。那 order 有两个选项，一个是由小到大，一个是由大到小，什么意思呢？譬如说你第一名，你要发的是给名次就到第一名，考最高给名次第一名，如果发点数呢，第一名发十点，如果发点数最多就十，如果用名次看最少是第一名，所以结果两个刚好颠倒 OK 吗？考最高分用名次，他是第一名呢，如果要发什么点券哦，考第一名我给你100点，所以两个结果刚好颠倒、哦、这里就要决定 order 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请问林新那个吴中山的成绩，逗号 REF 就 reference 参照范围，在这个范围里面是第几名，逗号要怎么排？递减或递增，来看就知道，我也记不起来呢。哦，一是没错。来看喽 ，A， 来复制下来，大家都第一名呢，那、啊、怎么回事？你看就懂了。切到这里来看，公式复制没错，是错在哪里？你看到点这个哦，蓝色在哪里 ？Q G 三是谁？他的成绩，红色是这一段。我点这个，缩小一点。你看到看到，我点第二个。第二个是这个成绩跟谁比，这个红色这个区块，第三个跟谁比，这个成绩跟这个区块，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，比对的范围错了，所有人比对的范围都必须是这个范围，那这个 G3 到 G12 错了呢，当你公式复制下来就变 G4 到 G12， 所以就不包含第一个了，所以为什么刚刚看的结果都第一名，这个呢跟谁比，没有人跟他比呢，他的成绩跟下面这一段比，这一段什么 ？Sorry， 这一段不就空白吗？这里都没有人了、啊。那这里呢？这个人跟谁比？跟楼下这个比。这个人跟几个比？三个比。下面这边空白。所以呢，再看一下这一格的成绩，来 G3 比对范围要固定下来，怎么办？按什么 ？F4 比对的范围要固定，按 F4。
所有人比对的是这个，来按两下下来，这样就对了。你看我点给你看哦，点这里，红色的地方就不会跑哦，就跑到这种蓝色，一二三，看蓝色的地方有在改，这里这里，可是比对范围被我固定下来 ，G 三到 G 十二，这样的分数才对啦，这样的分数才对。啊，这样做个好处呢，哎，林新博，林新博考很好啦，他考一百一百，这个比。会改的，但是这个死的数字是不会改，这认可点进去就好。所以在做的公式并没有很难。请问这个分数在这里是第几名？当你复制公式下来的时候，要想清楚，这一格复制下来要变 G 四，但是我们比对的范围 G 三到 G 十二永远要被固定下来，叫绝对位置。